仇恨性犯罪没有被举报，我们想提供帮助，可是我们需要你的举报。在纽约，警察局和 FBI 是合作的，随时为你服务。如果你是仇恨性犯罪的受害者或者是目击者，请马上拨打911，会有语言翻译的。无论您的移民身份如何，举报犯罪都是安全的，我们会帮助你。